对了，你们上次发现的化石标本在哪？哦，老白，去重点考察这个局，它很可能具有攻击性，你们要注意安全。 这座火山的规模还是挺大的，前段时间这里发生了一场地震，火山出现了塌陷口，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勘探，搜集到一些化石和矿物。这个火山的内部结构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规模呢也比想象中要大，所以才叫你们过来一起帮助我们进行更大范围及更深入的探索。你们来了之后，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很快就会展开。哦，稍等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是教授，你好，上次探到的资料你们是不是分析出结果了？嗯，有结果了。 根据你们发回的资料，我发现了很多动物活动的痕迹，可能是史前动物。史前动物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教授，你们的分析没有出错吧？嗯，比较肯定。张队长，你们的二次探路什么时候开始？教授，你看，这些就是二次探路的新队员，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准备扩大探路范围，等会就出发。这次探路风险很大。 千万要小心啊！对了，你们上次发现的化石标本在哪？哦，在这儿。这个化石标本有什么特别吗？你看一下这个分析图，我们初步分析这是某种大型动物的下颌骨。我们采用最新的技术复原了它的样子，结果让我们很惊讶。它很有可能是一只比霸王龙还大的节肢动物，这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物种。 根据数据分析，我们大胆的推测，这种生物的后代还活着，就在这个洞穴里。还活着，教授，你不是高兴吗？我也很惊讶，我同样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我的推测。你看这里，这是洞穴中的骨骸区，经过我的分析，这种生物很可能就躲在这里，也许这里就能找到我想要的证据。好的，教授，我们这就安排。 去重点考察这个局域，它很可能具有攻击性，你们要注意安全。没问题，王教授，我们一定会小心行事的。只要你们能取得相关证据，那可要震惊世界。但你们前提还是要注意安全。明白。那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，有其发现，马上通知我。 王教授，有些发现马上告诉您，再见。再见。队员们，这次行动虽然很危险，但我们有充足的准备。这次行动是徒步行进，你们要乘坐探路车，车辆在火山内部行驶是十分危险的，所以请根据指引排队抢车，注意脚下台阶，并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下压好压杆，在车辆运行过程中，请不要把手和头伸出车外。队员们。 我先出发去探路，你们乘车跟上。大家坐好准备，我这边走，前往停车点。我的前面，上你们。哇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感觉不错。请微闭双眼，稍作休息。感谢您的理解，没错。祝您。
我在前面，给他打掩护，快过来！队长让我在这儿给你们开门，大家往这边走，这边走。
面队长。别管我，你们快走！前面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过来了？别往前面是出口，冲出去！